孤独的琴声。我就是出走半生，归来全熟的大祖唱。出走半生，归来全熟。出走是半生嘛，没煮熟，回来变熟了。出走半生，我归来全熟了啊！你这叫回了一下锅，应该是。是的，年轻的时候我们会 singing， 会 popping， 我们会 breaking， 现在我们只会 sleeping。那么我怎么是显示你英语好是吗？这段。我就是那位大主唱，我们三个是一个组合的啊，嗯 ，OB 组合 ，OB 组合 ，Open Malaysia Style， 就是这样。不是你啥时候来的呀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呦，哎，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符合我的人设，因为我什么都记不住。对，等会儿。行嘞，行，那我今你说我今天什么来的？不是，什么时候住进的疗养院？不记得答案，也不记得问题。哎，您看看，什么时候来的疗养院？说是迟，那是巧，我是2095年，95年穿越回来的，活了一年。我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还活着呀？哎妈，59年1月1号跨完年我就来了啊，之后一直住在这儿了啊，就没走过，就没有走过，走也走不动啊。好吧，到我了吗？来。我的小皱纹，我的小雀斑，啊 ，priceless。我的小花镜，我的小拐棍儿，啊 ，priceless。我就是那个 YCYU 的女团呀，别看我66岁了，我依然可以乘风破浪。我撸枪共鸣，一起震碎什么？一起告诉我。黄文平，黄文平，我没有擦黄文，没有擦黄文平。对对对，就是我，我是无高音，我是59年2月1号来的。哦，晚一个月。嗯。哦，然后进来就没有再走过。没有，一直在这儿没地儿可去。啊，每天早上都为我们打鸣。对，每天早上4点跳伞。我们一听就起床，所以叫醒我们的不是梦想，是无高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打鸣啊 ，priceless， 完美收场 ，OK。下一位，年纪最轻的，大家一看出来我的年纪，我今年才刚刚20。我是疗养院的小棉袄，老头老太太掌中宝，全场唯一的孙辈。grandson 啊！哦，爷爷奶奶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您的小孙辈，大孙辈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哎哎，给孙子给他爷乐一个，嘿，给爷乐一个，哎呦，真喜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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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庆。